能帮我报警吗？我真的被绑架了。那个老女人抢你 C 位，还害你出丑，我不得不替你好好教训教训她。她叫楚雨禾，是公司的一个艺人。艺人？她爸是地产界的大亨，从小就被惯坏了。当然了，本来脑子就不太正常。那你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搞什么啊，妈，你能别赌了吗？你都说了多少最后一次了，你这真是最后一次行吗？你要是再去赌的话，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能听明白吗？嗨，这位美女，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哎哎哎，关灯关灯，喂，给个面子嘛，就聊两句，一分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你说。我爸前两天让我去和环球制片那边的人对接工作，就是那个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公司，你猜怎么着？怎么样？他们对你特别的感兴趣，希望你可以去参演他们的电影。我没兴趣。为什么？因为我就不相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哎，不是天上掉馅饼，是我拿公司的股份跟他们置换的资源，绝对靠谱。楚雨禾，你知不知道这个圈子里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我们才会被小朋友们误会。误会什么呀？误会这个圈子是一个不需要努力就能生存的地方，误会他们自己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在这个圈子里快活地被追从下去。所以呢？所以我不想做那种人。我关堂也不需要做那种人。拜托，我可是花了很大力气才帮你争取到的呀。不想要的东西再好也是垃圾。走开。哎。
你以为你不是垃圾啊？一个垃圾桶里的，你装什么高贵？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我说什么？我没说什么呀。塑料瓶。你才塑料瓶呢。哎，我是旧报纸，你才是塑料瓶。打不着了。你怎么了，关腾？我看看，没事吧？疼！那个塑料瓶又踢那儿！塑料瓶，不是关腾，我有话还没跟你说完呢。我这次过来是特地向你道歉的。上次绑架闺蜜是我错了。哎，你不要这么小气嘛，是不是？这个女人真够劲儿。你刚才说什么？关腾，你真想道歉呀？嗯，你看我真诚的眼神。那你帮我做件事儿。没问题。这你放心吧。好。啊，糖糖。不好意思啊 ，Serena， 出门的时候遇到个智障，耽误了点时间。智障？你没受伤吧？你说他还是我呀？我们家糖糖就是这样，非常有个性，所有的苦啊错啊都往自己身上担。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的签约艺人关糖，这位是恩密集团总裁李美淑，李总。久仰啊。你好，有时间吗？李总跟你聊聊。Serena， 我一会儿还约了人，所以不能坐太久。恩密亚洲区形象大使，你有兴趣吗？恩密大使不是已经订闺蜜了吗？关小姐应该听说了，发布会当天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发生了那些事，所以中断了发布会。我们目前还没有跟闺蜜签约，就有好事者在网上扒出她跟我们恩密代表在加拿大是一起上学的同学关系，造成了一些不好的传闻和不好的影响，所以新大使人选公司决定重新考量。那您的意思是你们想选我？对。为什么？我可没有闺蜜那么红。我们恩密从来都不选红的，只选对的。作为化妆品界的奢侈品，不管是它的客容量还是国际影响力，我们都非常自信，所以我们只要找对的，自然能让它红。那不红的人更多了，为什么选我？因为你专业，我欣赏你的 acting。 谢谢。那你喜欢我们恩密吗？没用过，太贵了。真实诚。没关系，先试试看。本来我们就是双向选择。当然。人我也见了，那保密协议我们通过传真签就行了。好，我还要赶飞机，就不打扰了。啊，那我先走了。我送你吧。哎呦，就你这小地儿，我两步就到了。走了。好，下次见啊。好，好。糖糖，恭喜你啊。代言费会很高吗？七位数。哦。怎么，你妈又欠债了？很奇怪吗？不奇怪。真想和她断绝母女关系。那就断呢。哪有那么容易啊。也是。哦，你一会儿约了人对吧？嗯。谁呀？一个很假的人。哎，关小姐，您请。我刚才看外面都没有人，你包场了？没有啊，这家餐厅虽然平时也比较安静，但是不至于到这个时间了还没有客人。你打扮成这样，是还有别人吗？只有我们两个呀。本来我还想约上何琪的，但是他说他今天要回老家一趟，他要陪妈妈几天。您的酒。那点菜吧。啊，好。两位女士，餐品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安排？请问是谁安排的？我们店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所有餐品都由本店老板亲自下厨烹制，并且完全免费。免费？啊，那请问你们老板是谁呀？洛城。不好意思，老板交代不能说。那关小姐，不然我们换家餐厅好了。算了吧，没人总比有人强，起码还能安安静静吃顿饭。好，那辛苦您上菜吧。好的，您稍等。谢谢。说吧，你今天约我来什么事儿啊？啊，我今天约关小姐吃饭，是特地为了感谢你那天救了我。不客气。如果那天不是你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好了，做作的话说一次就够了。好。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假吗？假？没人这样说过吗？对我而言，这是礼貌。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佩服我什么？一个人能假一时容易，可假一世就太难了。本来我以为没人能做到的，直到我认识了你。关小姐，我觉得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那天站在 C 位，确实是我的无心之举。我知道。那我哪里假了？明明是因为我招惹了楚雨禾，最后反倒成了我救了你，还要请我吃饭。这么车轱辘的麻烦事儿，你这么聪明，会看不透吗？我们的性格还真是南辕北辙呀。你现在肯定很后悔请我吃这顿饭吧？并没有，能认识关小姐我很庆幸。你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又来。我有什么可值得你学的？我很欣赏关小姐你的善良啊。别，你别欣赏我。要欣赏也该是我欣赏你才对。在这个圈子里你可比我红多了。可是凭关小姐的能力和实力，我并不觉得如果你想红的话会做不到。怎么做呀？像你一样托关系抢资源吗？适当的运用一些人脉关系去拓展自己的资源，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你利用你的交际手段的确是可以红极一时，但是在这个圈子里，你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你的实力和你的作品。你老是上一些真人秀和热搜什么的，我不觉得你可以走很远。在这个圈子里，我见过太多太多只有高情商却没有作品的人了，你也算是他们其中的佼佼者。谢谢。不客气。现在你肯定很后悔请我吃这顿饭吧？并没有，我觉得能听到这些话我很感激。前段时间可能是听了太多的褒奖，差点高估了自己。谢谢关小姐的忠告。今天热脸贴冷屁股的人还真是不少啊。啊，还有谁啊？还有我呀。楚雨禾？不是，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这个餐厅不会是你？哎，别自作多情，我又不是来找你的。对不起，阿姨。啊，阿姨，楚雨禾，你不会是在道歉啊？是不是很完美？搞毛线啊！搞毛线？不是你让我和闺蜜阿姨来道歉的吗？我让你，我是让你道歉。我什么时候让你来这儿？你这都什么呀？你好好道歉不会是不是？会。麻烦。看着我真诚的眼神。我可是练了很久的。对不起，阿姨。像不像梁朝伟？你有病吧？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难伺候啊？梁朝伟哪里有病啊？
我说你有病。他说你有病，阿姨，你快给我评评理吧。我刚才的眼神是不是特别真诚？你真诚个屁！哎，我放屁都特别真诚。不是你这人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我听不懂怎么了？同样的招数，你以为我傻呀？关小姐，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疼不疼？让我看看。蠢货！你这个女人真阴险又是渣！你给我好好跟人道歉。对不起，阿姨。我不接受你的道歉。啊！我不是阿姨。你真是幼稚。所以，你家里人反对你进娱乐圈？嗯，爸爸希望我可以早一点嫁人，但其实也不早了。他希望我结了婚以后能像我妈妈一样相夫教子，尽量不要出来抛头露面。直男癌。嗯，你千万别听他的。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依附于男人永远都不是长久之计。对啊，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那关小姐，父母很支持你进娱乐圈吗？当然。真好，有家人的支持真好。我倒希望他们从来都不支持。
就再让我多睡会儿吧。不行，赶紧起来，我要出门了。那你就走你的。这是我家。哎呀，放心吧，我会乖乖洗干净等你的。走吧。什么情况？早餐在桌子上，吃完赶紧回家吧。这么关心我啊！楚雨禾，嗯，我们别再见面了吧？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分手是两个人的事情，你之前那是单方面的提出分手。不算数。好，那我换一种说法，你被我甩了。胡说，我不可能被甩的。关腾，到底怎么了？你之前说我幼稚，我不是已经改了吗？你再给我一些时间吧。对了，我现在都学着开始帮你打理工作了，是不是很厉害啊？打理工作？对啊，就是那个什么 ，NME 亚洲区形象大使，喜欢吗 ？NME 大使？你找过 NME 集团的人啊？是啊，我可是求了我老舅好久呢。答应他一大堆无理要求，他才肯帮忙的。你舅都跟林美淑说什么了？嗯，就是说之后会有很多电影啊电视剧的女资源，我们家会力挺你的。嗯，现在用你的价格呢，一定会比闺蜜更物超所值。什么鬼？嗯，哎呀，放心了。嗯，这些资源我一定会一一兑现给你的。我就知道没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从现在开始，你永远永远都别出现在我面前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什么都没做错，行吗？是我做错了，我就不应该再给你任何一点希望。不是，我到底又做错什么了呀？楚雨禾，你就当放过我好不好？我们别再见面了好不好？我不要。如果再见不到你的话，我会死掉。你演偶像剧啊？关腾，你告诉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改掉好不好？有些问题是改不掉的。我们活着谁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合适，我们差得太远了。哪里不合适啊？你给我走，立刻走，要不然我报警了啊！我不走，你报警好了。你话不说清楚的话，我就是不走。你不走是吧？嗯，我走。喂，关腾。拒绝。安密这么好的资源，你拒绝，你疯了吧？总之麻烦你了。什么原因？他们之所以会选我做形象大使，是因为楚雨禾的关系。楚雨禾？哎，其实楚雨禾他不是挺好的吗？他既然能给你安排这么好的资源，你就不能不能？有这个必要吗？
首先，我不想用骗人来让外界误以为我有什么所谓的影视资源。用这样换来的机会，我觉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其次，我和他不可能了。他爸也绝对不会想看到我和他再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看到我妈有麻烦。嗯，知道了。那恩蜜接下来的甄选面试你都不去了？嗯。糖糖，你是有实力和机会拿住这个资源的，你就当公平竞争嘛。想想代言费。这是恩蜜安排的马术训练场，新一季的广告跟马术有关系，要求每一个模特都会骑马。知道了。闺蜜，我在前面等你啊。啊，好，谢谢。关小姐，你也是来参加恩蜜的马术训练的吗？啊，不是，我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会员？嗯。哦，你一个人？不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哦。那我先去了。好，好。闺蜜。嗯。关小姐想找我聊点什么？我这两天遇到了很多事儿，突然想明白了一些道理，我觉得我应该跟你道个歉。道歉？我突然发现，其实之前我并不了解你，之前跟你说的那些什么很假呀、做作啊，我不该从别人的嘴里认识你。或许你只是跟我一样，都被别人的嘴给包装了。妈妈。嗯。妈妈，妈妈，你怎么这么久？嗯，萌萌乖，秘密妈妈呢，在跟好朋友聊天呢。你先去找爸爸好不好？嗯，妈。爸爸。哦。